俺家里边几个又整馒头了，我得做一个下馍菜辣椒糊，还几个下馍菜嘞，不用炖锅。几年眼不成青鸟了，俺的青鸟都做韭菜花了，做辣椒糊都得做青鸟了。还能够吃顿辣椒糊嘞不？看我打的地咋样？昨天累的，腿也疼，腰也疼，胳膊也疼。别看干的活不多，煎了半天就剩这些辣椒了。这辣椒就不扔了，咱那边的都淹死了，咱这来。看看咱的大馒头，把它给你。你接馍吧，我做辣椒糊。我今个我有事，我不得了在这吃啊。我拿两个馍走，乖，我看这个馍好。今天拿你拿个口袋来装。我要不要弄辣椒糊，你再端点。我不走了，我到六点的时候就得到他学校里边。行好，是吧？嗯，这辣椒辣比咱娘多。我去贴包去，他妈让他放我了。刚好等回来该吃饭。我今年在那称上，比年子重八斤，长八斤肉。这主要得下馍，吃馍胖人。做辣椒糊吗？啊。我给你烧锅。几个辣那几级？这不是做好吃的了吗？我都不知道咱今日的好吃的会干。有味儿又香，就是好吃。弄成细粉状才好吃。等会儿我把这一锅子吃完。老吃辣椒糊吃不够吗？吃不够。我这个东西啊，一天吃三顿都吃，就做一阵光强人。放点红薯淀粉，加点面。我喜欢喝那种稠的，这馍蘸着吃。上点生抽。摄上火，烧火小点火。好嘞。来了，拿着拿出来，你不心动？把这牛肉酱拿开。关键是还得我吧。来，加油！我打不开。你打不开啊？呀，还得让你年都不要买花椒吃了。辣椒糊得蘸着吃，好吃，太滋味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一人一碗的，你先吃了吧，咱四个菜了。一个辣椒糊，一个韭菜花，一个牛肉酱，一个萝卜干，这哪一样拿出来不得吃两个馍？就是的，吃辣椒糊就得这样了，将个馍一蘸。嗯，有灵魂，特别是自己家蒸的馍，吃的。不是不是，也能吃两个馍哈。这吃哪个菜呢？要不这吃哪个好呢？太开胃了，味道好得很。吃了这看了那，越辣越想吃，越吃越辣。吃的我头上冒汗，还想吃。不行，吃牛肉酱四年都不香了。我记得我心里边好想吃，又不能吃，想着俺们家伙饭吃辣的。